丈兄和梁兄，一个是天下无双，一个是天下第一。我很好奇啊，你们两个到底谁能更强一些？徐队长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拿我跟上席无比，这不是抬举他吗？梁飞，别嘴把式，不服咱们练练。练练就练练，拿出真本事来吧。上期我虽说我们之前曾经并肩作战过，可现在咱们是各为其主，我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。这就切磋上了，这不会出点什么事儿吧？不会。看热闹的肯定是徐宗远这帮王八蛋。你上去劝，你别让他们劝。我怎么劝呀？能劝我早劝了。不会受伤吧？不会，都是习武之人，他们一定会点到为止。拦着他们，小梅，别去。可是彩霞姐，这谁出点什么事都不好啊！听话，玉山兄，你说的没错，情报是从我这里泄露出去的。我万万想不到夏琴是这种人，这一切恶果都是因为我失察所致。我会亲自向上峰交代，接受处分。不过，在抓捕他之前。能否让我跟他见一面，谈一谈，就当是做个最后的了断吧。联合小组尚未做出批捕决定，特战局也不会轻易出手。他现在还是自由的，你想见他，随时都可以。佩哥，邵队长，别打了。闪开！梁飞，不能再打了！让开！Oh!